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
我没有 A。不过刚刚那个 A 的是很屌的。放心。特别键可以拉到那么远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刚刚是用特别键在选管，不是手指，对，不手指的话是不可能会选到那个地方。那我用特别键选切怪的话就未必了。放心。有睡觉吗？你昨天晚上不是上班？哦，对啊，有啊有啊。哦，因为我提前睡啊。昨天下午如果你有在的话，应该没看到我吧？嗯，没看到。对啊，因为我昨天下午就睡一整个下午。那你今天下午又要睡了？应该不会吧？你们打完了不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？没过啊。哦，尾王没过、哦。对啊，因为那个伊努尔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他用掉了很多个战斧，然后他的治疗量还没有坦多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，我其实是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本来最后那个最后阶段，然后他又死掉了，然后阿尔就说。先不要付，留着，不要付。结果不知道谁又把它付起来，付了以后，然后其实它可以不用起来，就不会浪费那个战斧。然后小白就说：“啊，付了就起来吧。”结果他起来马上又死掉，然后结果后来弹死掉了，那个小白死掉，然后就没有战斧付他，要等时间。后来那个阿尔就吃的成数多，后来就灭了，还差5%就灭了。好吧，那就是下午再说咯。对啊，可能就晚上再打吧。小白有说晚上要打，放心。好像有说哎、欸，就是说今天晚上要打。啊，不行的话就那个狱卒找人。了解了解。但是那个治疗量真的是。以这个治疗量根本就没办法打那个 M， 没办法啊，这绝对打不了啊，因为那个治疗量差太多了，差太多啊。哇，
妈，我的戒律都可以比你好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就不知道啊，为什么？好像说装等也够啊，然后装等够啊，他的治疗手段完全不对，他的手法完全就是不对，因为打大。其实我的。就是其实，应该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很习惯打大命，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补同本的时候，就是治疗的手就是观念啊会不一样，因为同本的观念跟那个大命是两回事，两码事。这个对、啊、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是是对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很不习惯。对他们应该是很不习惯，特别是一罗这种，跟平常也以前我不知道他没有玩过啦，反正就是看他也没怎么，也除了跟小白的团以外，也没在打同本，所以我大概猜得出来，就是，其实也不能说只有说他啦，反正就是可能只有五军跟你，然后捕食我就论捕食哦，然后以前的妲己。就你们三个会知道团队副本的时候，你们补师要怎么去补才会把治疗量冲高？因为妲己我是有说过，我有跟他说过，然后武军我也有说过，林姐我记得我没跟你说过，对，你没跟我讲过，你都不教我，我都自己在那慢慢摸索。我哪有不教你？你问我，我就教你了，不是吗？你不能等我问你，你要主动教我。不会啊，因为你的治疗量没问题啊。你的治就是我跟你开始打后，我其实我都有在看。对，就是我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没有问题，所以其实我也不会去讲什么。对，像昨天武军，你有看到昨天武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武军其实有在频道讲。哦，我没注意频道、欸。昨天还是前天？对，然后他就有在那边讲，然后就他们就在那边讲说捕食差很多啊，阿二也在讲啊，你去看一下记录。那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对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因为你会抢治疗啊，因为同队其实我觉得打同本最重要就是抢治疗。对，特别如果打 M 加打那个 M 的话，对 N 加是可以放。可以放没关系，可是你打团队不一样，打团队一就是要不就是要抢，你不因为团队不能说很容易减员，但抢治疗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要去分担那个治疗的压力。因为我在打野团的时候，我也是按这个手法去补的，然后其他人也是都补很多啊，不会说是。会差那么多？对，就是其实就是同本观念，因为同本毕竟就是观念会跟那个不一样。就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因为大秘嘛，大秘是可以随便补，可以放，但是那个同本不行。基本上其实同本也可以，如果你有分配工作的话，其实是也是可以那样放，但前提是一要有分配，二要这个东西要多。对，然后二就是，手法要对啊，因为他们一来，他们手法也不就是治疗的手法也不一样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好像讲的补地很难同补一样。其实我没有啊，我之前不是也在用补地补团啊？对，所以就是，跟他们也是差很多啊。其实我补地我没用过补团队啊，我就其实我是在乱补啦，然后我就看怎么样。我那个繁帽我都不会用，我看很多人团本是点那个，可是我不太会用，我就没有点。但是也没有觉得会比别人少很多。对，繁帽就好，顺便跟你讲一下繁帽是怎么放的。繁帽其实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你只要开遗迹，你点繁帽的话你带那个什么完美世界。然后再配那个内在平静，你的宁静的时间会压到 1.5 秒左右，一分五啊，说错，不是 1.5 秒，是一分五。放心。然后繁茂的 CD 也是一分五，所以就是你在唱完宁静后马上接它，因为繁茂的意思，对，唱完后直接按繁茂，因为繁茂是把那个 heart。全部的 heart，
加时间，对，延长时间，所以你的宁静下去后，全部的 heart 就是全部补的时候，再加上那个 heart 是超，就是它会再延长时间，就是你就把这两招直接绑在，就是意识绑在一起就好了。因为这是我上个版本用补地的时候，我自己补一补，我发现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因为我也是自己摸，然后才发现。哦，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一来是意识不对，然后二来就是真的是不会抢，因为被你用光明治疗到那么高，那就代表说他们基本上要嘛不是不会补血，就是不会抢。对，可是。如果是不会强补的话，也不至于减员，因为大掉血的状况下，他们会用力补，但他们刷不起来。那刷不起来的问题就是，换地，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刚才？哦，那应该是我刚刚装松手，因为我变按技能。对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好。在打保底哦。对啊，刚好在打野团，然后我现在是因为我平常都是用那个按键发话。你可以直接就不要按键啊。哦，对啊，也是可以啊，就是自动发话。可是因为常常有人说我那个会有回音。哎，我现在听没有。对，就是当初刺他们就是常常听到，所以我就想说还是比较刺刺还敢说刺刺他那个麦。对啊，其实我自己是都觉得我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。对，我都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。然后连那个谁都说，那个小白都说是他的，然后结果他却说是我的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也没什么了。那天跟他也是帮他打那个保底，然后。他是坦嘛，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，呜呜呜呜呜，有一直呜呜呜呜，不知道呜什么东西，还蛮惨的啦。老实说，他的那你说那个暗牧，如果说那个虚无剑那个 CD 好了，如果你再放那个鞭翅的时候，需要打断吗？打断，一概打断，因为你的鞭翅输出绝对不会比。虚无剑高，然后二来就是虚无剑的会一直增加你的所有的那个 DOT 的时间，所以就是你新政后发现，因为正常来讲应该都是新政后，然后那个虚无剑 CD 还没好，正常来讲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再接一个，就是唱完后接一个瞬发吧，那基本上就是接一个。看他们有的暗牧的级数都撑到34了。不会太多吗？哦啊、不会，因为他们是加速越高打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刚讲的，就是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唱完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唱完一个新政啊，就可以直接丢一个虚无剑，那是要加速够高。然后我平常会有办法这样做到的办法就是开视线。所以那是加速真的要很高，还有一种 DOT， 就是有 DOT 的职业，基本上加速高是比较好啦，因为就是那个会跳比较那个什么 DOT 会跳。哎，如果那个找个机会。跟小白聊一下，看怎样吧。管他的那个治疗量，不要说 N 了啦 ，H 他都补不起来。我用大秘天赋都可以补比较高。Thank you.
燕姐，你要玩阿姆了？我就是没事的时候研究一下，都没空研究。我的按摩老是打不高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按摩现在本来就打不高了，不用怀疑，现在按摩本来就打不高了。可以打高啦，还是可以打啦，就是没办法到很夸张的那一种。放心，要不如上一版吗？对，真的不如上一版。因为上一版可以很夸张的高，但这一版没办法。放心。真的有差了，被砍了，整体应该是被砍了快30%吧，没有意外的话。放心。为什么不砍那个什么？应该砍那个什么 ？DH 吗？对对对。亲儿子啊，不一样啊。为什么牧师从来没有变成亲闺女呢？牧师哦，牧师其实有，只是版本太早了。放心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。放心。好像是芥末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忘记了。牧师的话，牧师的巅峰期应该是70年代，70、80这两个年代。其实这两个年代所有的职业几乎都是巅峰期，只是暗牧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强盛的。放心，如果你说暗牧的话，我觉得就是70吧。放心，我认真觉得应该是70，因为我其实主打暗牧啊，所以我很清楚那个暗牧的极限在哪里，所以。也不能说是很清楚啊，就是有玩过暗牧，所以知道说那个年代的暗牧是超强。那其他部分的话，就是你刚刚讲的戒律的话就是80啊，80年代巅峰。神木就还好嘞，我觉得神木都还蛮平衡的，没有到说很夸张。对，神木好像真的是没夸张。对，可是戒律就是80年代是巅峰，80那个治疗量。可能燕姐就是你跟我打，你用神木跟我打的话，然后又平常这样打，就是打同本的话，你的治疗量应该就会像昨天，你就是一路了，然后我就是那个治疗量，对，是就算是你用全力去补，都是这个治疗量，因为那时候的戒律太强大了。我就记得好像。忘了是以前打哪个团本了，那个时候哦，戒律套盾就好了。对，那个年代每人套盾，全程套盾，套好套满。我就是那时候，我都会跟那个 DPS 讲，不，其他的补师讲说，你们不要补输我超过50，你不用就是不要让我补到50%就好了。就是因为那时候打团都是五补，然后我都会说你们就是我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开团，所以我就会说。打狙团啊，我都会要求说你们不要低于我，不要让我补到50%，我说其余的我都投，然后不要死，我说有我在，基本上我不会让你们死。大了，如果有死了就是你们的问题，我就这样跟你们讲，因为那时候戒律真的太棒了。然后再来牧师就还好。哎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不过以前牧师是真的还蛮强势的，所以现在戒律这样子，我觉得也行，也还行啊。是暗牧的话，可能大秘就没有那么有，团本还行，因为就算被砍单体的那一套装备还是。还是有用啊，现在没有必要，应该说还是主要的。哦，太久没玩戒律了，都不会玩了。哦，
我是戒律改版改版变成对改了很多，对改很多，所以就有一阵子没有玩戒律，然后后来想想还是玩一下戒律好了，毕竟神木就觉得不知道了，神木本大秘是补得蛮吃力的，欸，也不会吃力，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吃力，比起戒律的话。那可能就是是不是我项链还是天赋什么没有搞？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也要看坦克怎么拉，对，不能说完全的就是不是的问题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你要看坦克的状况跟 DPS 的状况，对，就是因为打团嘛，就是大家的分组，大家一起，对，所以也不见得是完全的是你的问题，就是其他考量都要考量进去，问题你都要考量。那这个我就觉得，我自己在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真的算比较轻松。神就是神木的话，没什么问题啊。神木就是那样补，然后就感觉就是神木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套路。对，那可是打18就顾不了啊。打18过不了，你要就是坦克不够，就是要就是 DP 不够。以你的补量的话，就是你的 DPS 基本上都是要上，以18来讲的话，至少要上6万8。一看副本哦，还要看坦克的拉法。不要说六万，5万5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门槛就是5万8，不能再低了，再低就不行。对，然后因为你再低，小怪时间会被拉长，所以那个压力会很大，捕食的压力自然就很大。对，然后坦克的硬度也有差。如果你说阿尔的话，那没问题；如果你说阿尔坦的话，那是没问题。阿尔或怒风，他们两个装备其实是够的。嗯，对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考量就是 DPS， DPS， 我吓死我，差点要把我又跑去打鼻子，就是 DPS 那个 DPS， 对 ，DPS 也要搞，我讲真的 ，DPS 也要搞。对啊，就是你可能要把 DPS 要算进去，而且小怪的配置你也要算进去，就是每一波的小怪坦克怎么拉，捕食压力会比较小等等的，对，这个都要算进去，因为有些配置小怪的配置本来就是会爆肝痛，你明就知道你是弱这种东西，然后你却还要这样拉，那你就是北七嘛，你去死的话这就北七。所以就是还蛮多东西要去注意的啦，我就说。就是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职业打也不一样哎、欸。对，啊，同样的职业，就有的就打得很顺，然后有的就过不了。像同样是打17，对啊，所以有的职业。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。我们那次是打那个18的神庙，神庙就是一王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有断线的，然后有那个没闪好的，打错字的，然后耽误了时间。其他都感觉还蛮轻松就过了。可是后来就换了人打，哇，就觉得每一只都很吃力补的。戒律，我在补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，有时候真的是还蛮轻松的啦。可是有时候就是会爆肝难补啊。对，我之前打那个狱主就是，哦，打那个遇到那种车队水平的，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。他们就是打那个，之前是打的那个自由嘛，自由暴君的嘛，是上一版的16还是十几的？
那时候装等都还没很高，然后他们坦克好像也不讲，他也不讲，然后就要开那个罩子也不讲，然后都不知道。后来就是尾王的时候，因为我还没骑上马嘛，然后他们就开罩子走了，我就在后面，然后没有来得及按那个隐形药水，我又被那小怪打死，他们就直接开王，完全就不需要我就打掉了。车队嘛，车队对啊，那车队打的真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个补个十六，跟补普通的那种其他人的团的那个十三，可能有时候打的还很吃力。人家车队嘛，很默契。真的时不时会遇到车队，好幸运。遇到好好啊，多跟别人打也不错。我自己是觉得多打野团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多打野团就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，就会变得很聪明，因为你会知道什么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改变。而且经常还有那种跳车的，最后就是四个人打完。我现在这一团也差不多了。我们这边有一个 DH 疯狂式的段，疯狂式的段，那都要网路不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。只是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半时间，目前才打到二王而已，一半时间都是四个人在打。我刚才也断，我断两次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网络不稳吧？看这个，感觉跟燕姐一样，也是网络不稳，超可怜的。哎呀，超可怜的，玩个游戏，在大陆真的很惨。谁啊？偷偷进来。哇！你是谁啊？是我小黑哥，小黑你来的正好，哎，怎么了？你赶快把你的补滴秘诀传送给一路儿。我跟你讲，你下礼拜要开 N， 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治疗量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。我知道啊，我今天不让他跟啊，鬼王我不跟他跟。我刚才就跟他讲。然后稍微练一下好不好？他从第一次跟我们打，从之前的版本到现在，我从来没看过他进步啊。还是他需要大神？大神就是你。他不是，他要帮忙，他要打。那时候他要打，上礼拜他就跟我说他要来打，他要 live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可以啊，那你就这个礼拜，我想说这个礼拜会开嘛，我想，然后上个礼拜的事情，上个礼拜的事情，然后上个礼拜，那你要上来弄一下 M 加，装备用一下，结果他都也没上，他装备还好吧，没有到很低吧，我记得，没很低，双子版都有在玩小低吗？对，可是他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可以补的这么低，我不想。没有啊，我刚讲啦，我从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，他没有一次补高过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我刚刚意思是，他从80那个年代，我永远记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个是那时候是我补，那时候你们还会找我补，我还记得还很清楚，还有牧师，然后那时候能够跟我媲美治疗的只有那个小豪跟那个妲己而已，我记得超清楚。所以他们两个还不是追着我补，是被我表甩的那一种。然后他更不用讲，他的治疗量就是一小撮。他那个治，昨天他那个治疗量，他只比我高我一点，我是惨欸。我是说真的，你可能昨天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欸，就连圣光都叫他不要开小弟。圣光没有啊，我跟你讲 ，M 团暂时不考虑啊，现在这个人数跟这个。补量是不会去那个，
我是说，如果你有考虑的话，连圣光灯小弟都不行。我可以很直白跟你讲，我会叫他开，我会叫他开。对，就大家都就是都要每个人都要开大蜘蛛来用。对，甚至燕姐我都希望他可以开牧师出来。哦，燕姐开牧师小弟都一样啊，他治疗量没问题。没有，因为在 M1、M123 用小弟，不对，那应该用小弟，你小弟应该灵活一点。对，小弟不是可以那个吗？解自己的那个环柱。对对对。对。哦、我是不知道啦，我是说，如果论单论治疗量的话，哈，就是燕姐不往开台，都是。我完全。对，我知道。我是谁啊？你是燕姐。对呀、啊，无人解的问题。没错，燕姐。对，昨天重点，我昨天有好好的跟他讲一下，我说你要我带你可以，可是那你也要你自己装备弄好。像第一天去打，礼拜六去打，他特子给我穿鸟梯的。说真的，的确我自己也疏忽了，我也没有检查他特子，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这么夸张。可是但是就是这么夸张，他给我穿鸟梯特子，给我不穿的。我妈的嘞！你要我带，然后。你那个对人家看来那个锅子甩在我头上了，干！开什么玩笑？不是，你要我？但是我是以为说他那个副本不熟练，可能那个他需要练习一下。可是像伪王昨天已经练习了很多次啦、啊。然后他的资料量还是这样子而已啊，所以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资料量可以这么低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不会补啊。我讲白一点就是他不会补、啊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补血，然后他也不知道同本的补师该做的工作。我补师在打同本跟大蜜是两回事，就连完全不一样啊！他连特质都点大蜜的啊，没有，我觉得那都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无所谓。如果你点大蜜，我补得起来，我绝对说没问题。然后就算点大蜜也不会说补成那样，真的。对，就是只是观念，应该是就是意识有差，就像小比一样，小比他补同大蜜很强啊，可是他补同本就很弱啊，他那个治疗，我看他看他的一些治疗，我一直想说，我靠，我用大蜜天赋，我一定绝对补得赢你，因为就只是很单纯意识不一样，就是观念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会。就是我跟燕姐，或者是妲己，或者是武军，都是知道同本要改补师。身为一个补师，同本要怎么去抢治疗？也不要说抢治疗量、就是不要说他们会不会补团本。即使连我下来补团本，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抢，我觉得我自己都可能都还没办法做得像燕姐他们一样那么好，因为我觉得。因为我不懂啊，我不懂什么时机要开招啊，就像你们讲的，有时候我根本连补师扣招我都不会了，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？如果身为补师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补。其实小弟补 M 加一血，我还算 OK， 可是短本我就自认为就真的不行。我是觉得没有啦，因为状况应该是说他们连你说连开就是什么时候开招什么的，那我就说一句更直白的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招，没关系，都没关系，你只要看到大吊钳就给我开，你那个治疗量一定很简单啊，那个是啊，是我都没有看到招啊，你们不会自动自发的吗？对不对？没看到啊，对，然后还要别人抠啊，抠也不见得抠得起来，不是。而且昨天仔细看一下伊洛的治疗站，那第一名是回春，第二名叫做伊瑟拉的魂在这里。伊瑟拉的这里代表什么？你别再唱愈合哦。不唱愈合也没关系啦，因为我打同本，我也是我补同本，我也是没在补。啊，第三名是宁静，第四名叫野性痊愈。啊、哦，好痛！野性痊愈我一般是在前面。我的补量应该是第一名，是野性，应该是野性痊愈跟照理要在野性痊愈啊，也未必啦，可能会跟宁静调换一下啦，然后前三名就是宁静、野性痊愈，可能再加个，我应该不会加回春啦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是加不可能会是回春啦，哪有人在回春占比第一放给他跳、哦？哦，我被骗了。我不太懂他的。但是如果你
放回村能放到治疗量，治疗量够也是可以啦。的确啦，可是重点是他那个回村就是跳不回来啊，就是跳不高啊，精通太低。但是只要你治疗量够就可以啊，你随便你怎么补。总体看起来就是这样，总体只补了19000，喂喂，我补一万，我自己都补了18000，你妈妈你。而且他又要很多战俘哎、欸。昨天最后一把真的，我自己承认是我的问题，我不应该 Q 他起来，因为那时候我脑袋打结，我忘记说，我那时候心里想法是说战俘都唱了，那就不要浪费。可是我忘记说他如果不站起来，战俘就不会浪费，我已经忘记了，所以我直接 Q 他起来。那时候我就说啊，尽量就用了就起来。所以那一把如果战俘没有用掉，其实是可以过的，把那个战俘留给我或者留给其他 DPS 是可以过的。所以最后这一把我也得负一点责任。所以我知道蛮多人在抱怨这件事情，所以好吧，我只能这样子说了。好啦，你要这样讲就你的事啦，我只能说他，唉，不熟也可以问啊，我只能这样讲。我觉得是他自己要动脑去想啊，这些事情啊，怎么样才能赌得高啊？如果没有他可能也有想。他有尝试去想，有去尝试去努力，尝试去想，然后要尝试去改变啊，不是说，因为他可能换个角度想，就是他有努力，他不是没有努力，然后他也有努力的去改变，因为他也不是说摆烂那一种哦，不是说先那个往好的方面想，好不好？哦，然后对，就是这些前提的状况下，要问啊，对他可能就是差的还没有问，因为他跟大家也不熟，他也不知道骰到底会往哪里，那就是传这里问啊，对，讲一句，他总是会有人玩吧，所以我也是觉得就先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他真的打的话，还要再努力一下啦，不然我不管他通那个大秘谱的多屌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管他打就是能不能怎样的。对，我只是讲的快一点，就是如果真的要打，他可能要是这样，他真的要那个的话。如果还要再打的话，如果得其实带着他再打 H 是没有问题，是没有问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没问题。重点是他今天就像燕姐昨天讲的，我今天他宁愿是一个打的 DPS 很低的鸟弟，我也不希望他是一个补量很低的补士。我现在就多一个补，要多组可能三个 DP 吧。对 ，DPS 低，其他 DPS 可以弥补起来，补量够，坦克够，我都能过。你今天补量很低，血团队血量不稳，那个就不是说，就不是很简单处理的事情了。就加油喽！对，能说什么？没有，我也是很希望可以听听你们怎么想的。因为本来就是团队，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我也希望如果你们都能够多参与一点沟通，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，哎、欸，干啊，现在要怎么处理？就像一罗，他今天如果没跟我说，他今天不打团，那说真的，我今天会不会让他跟？也许可能还是会。对，可是他就是因为一定多多少一定会不开心。啊，但我能怎样？如果能过的情况下啊，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了，是吧？